自己把它做了一个博物馆。对啊，让旅客可以去开。对，当然啊，你如果速度不要太高，怎么会？啊，对不对？应该不要做，不过那个成本太大，太可惜了。我出国去也是这样拍啊，一直拍一直拍。看到日本的，看到大陆的邪恶，一直拍啊。
正常，那就是速度，速度跑很慢。这个油门一转哈，你转再强力，它转它就没有了。啊，现在问你啊，不就是转到底，转到最就去回花莲了。
这边有十三张啊。
对对，然后现在我今天要一周一跑了。不赶时间的吗？啊，这节目也在。你这时间段有点困难，他们可能比较慢，晚上从9:30到1:50左右。他们肯定是赶时间的人，一定要到后面或是关注啊。关注话呢，他需要。好，都不赶时间的啊。
Thank you.
仓库二一六接近。二一六仓库。二一六仓库停车接近。
不到五分钟。对，这边44分开。这边44。对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